你的亲朋好友聊天的话，对，真的可能要先准备枇杷膏。是是是。许志勇这一棒捞起来，在右边方向，哇，这个球非常的高，非常的远，最后掉下来，掉在哪里？掉在观众席上。许志勇也开轰了，在大巨蛋他也打了全垒打。哇，其实今年许志勇面对圣骑士过去打得并不理想啊，但是在这个打席他敲出了今年赛季的第四轰，也帮助中义兄弟在五局的上半追平的比数1-1。看一下这一球，看起来是变化球，走在比稍微高一点点哦，就直接被许志勇给扛出去哦。那其实今天圣骑士可以观察到，他今天所有的三振是集中在前两局哦，那第三局开始，中信兄弟的打者开始是可以把他的球打进场内。哇哇，这一棒被捞起来，在中右外野方向，哇，许志勇单场的双响炮，哇，又逆转了战局啊！哇，陈昀文这个门没有关上啊，现在手指头被夹到了。对，我们赛前比较担心的事情哦，还是终究发生了、哦。今天统一师的牛棚还是出了状况哦，陈昀文在只差一个出局数的情况之下，还是没有守住这一棒哦。哇，这就一样投到红中去哦。嗯，其实接连几个打席，陈昀文的控球都不是说不理想，而是把好球投得太甜哦。虽然他有球速上有条件，但是许志勇今天的状况比他更好。对，哇，这一棒让中信兄弟海底捞月了，在把握最后一个出局数的机会啊，逆转了战局啊。对，